我要吃手桶，手桶汤面，还有两种。是那个吗？韵姐方便，而且吃那个是，它是那个，好像是有点像豆腐泥的东西，正太太太，金莲派那种，有点像豆腐，有点像豆腐泥的东西。它有第一种是直接拿茄子，然后沾这个酱。然后一种是把这个料进去，然后拿汤匙，然后把它当成就是有点像豆腐汤，豆腐汤这样吃，还不错，蛮清淡的。然后因为这个是舞蹈的，所以它就会提它的味，才不会那么的单调。还不错，那间都是全豆腐，然后是全素的哦，好像是全素的哦。真的是沾这个，然后还有饭后甜点，这应该是豆腐布丁，大家可以给你吃。好，开动。